好像就是在这条街上吧。时间过得好快呀、啊，一转眼就快毕业了。对啊，现在想想，其实还挺感谢那些小意外的。干嘛？你还想让狗仔再追追你啊？狗仔？你看我身边哪里还有狗仔啊？我现在只是好学生柚之奇，嗯，也是成名的男朋友柚之奇。谁同意你是我男朋友了？那我问大家试试哦。哎，闭嘴。那你现在是同意了买花的小姑娘？哎，就是可惜了我那么多花，就卖了一朵，其他的都浪费了。成明，嗯，现在我可以连本带息的还给你了。楠楠，买花。小伙子，你看看你想要什么花呀？啊，楠楠，是你的。我，哦，哎呀，是你呀，姑娘。奶奶，你还记得我？记得，记得。这就是上次艾米过生日的时候，我跟魏峰买花的那位奶奶。哦，哎，奶奶好。好，这是你男朋友吧？嗯，可真帅呀，长得满脸的福相啊。小伙子，这可是个好姑娘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待她，啊。那天呢，他硬是把我的那一捧花全都买走了呀。他呀，还多给了我那么多钱。这奶奶呀，心里一直都过不去。今天这花呀，我就送给姑娘了，不收钱。啊，奶奶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对她好的。但是这花的钱我必须得给您。嗯，奶奶，您就给我一个向她表现的机会吧。这，行。行，你有钱吗？奶奶可是只收现金的啊、哦，奶奶。孩子，奶奶学会了。你看我这是啥？那好，送给你。谢谢，奶奶。那我们走了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待她呀啊。你放心吧，奶奶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娜娜，真好啊！哎，我怎么发现觉得你变矮了，小白兔？我怎么发现你那么高啊，长颈鹿啊？那至少比矮的好吧？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浓缩的就是精华？那说实话，我真不知道，小白兔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虽然你糊了，但万一还有粉丝呢？我糊了你很开心啊？没有没有，来，老板，你要干嘛？你不是说你想谈一段普通人的恋爱吗？嗯，现在就让你体验一下我们普通人的快乐。啊，什么快乐？撸串啊。你别告诉我，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么重大的活动。真没有。柚之奇，没有我，你的人生该多没有意思啊！所以啊，你要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行，老板娘，哎，来了，来，好。嗯，收敛点啊。哎，美女，看，想吃点啥？啊，这个，哎，来一份，这个再来一份，哎，好，然后一人先拿两瓶啤酒，好。哎呦，这小哥长得真帅，柚之奇都没你好看。哎，你不会就是柚之奇吧？是吧？要不让他给你签个名？哎呦，小姑娘，你别逗我了，柚之奇怎么会来我这里吃东西啊？不过老弟，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一会儿姐多送你几瓶啤酒啊。谢谢老板娘。不错呀，现在就能靠脸吃饭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柚之奇的脸就值两瓶啤酒啊？你没听到吗？人家是因为你长得像柚之奇，所以才送你啤酒的。哎，看来你还没火。
啊，对了，有个事情给你报备一下。嗯，就是悠悠给我安排了一个音乐制作人的工作，然后可能过几天要去面谈一下。那很好啊，你这次要把你所有的实力都拿出来，毕竟这是你糊了之后的第一份工作。加油加油！你什么意思？这是送你们的，谢谢老板娘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说这个柚之棋跟桑田的绯闻是真的吗？他现在的女朋友是桑田吗？难道真的换了？现在真的变成林香了？那个老板娘，你快去给我上菜吧。去了去了。你到底有几个前任啊，柚之棋？我可是一个都没有。现在想想我自己可亏了，要不然我现在去找几个吧。哎，别别别别别别！你说的那个是之前公司的营销手段。嗯，柚之棋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。以后就你一个人。以后？那也就是说之前有了？不是，我初吻都给你了。柚之棋。好好好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有没有跟别人暧昧？没有。没有你认什么错啊？那不是你叫我认错的吗？你凶我。我没有。你看你又凶我。我真没有。